日前，正在火热进行中的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迎来了中日韩儿童戏剧交流板块。日本、韩国和中国多部儿童优秀的剧目展演，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儿童戏剧图书体验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大小朋友们感受作为东亚文化圈中历史关系悠远的国家，中日韩三国文化艺术的相似与差异，体味其中共同的情感诉求和人文关怀。非凡娱乐实时报道。